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大学比拼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黄金海岸旁学府旅游管理较量，格里菲斯大学 P K. 邦德大学；二、古城墙下学府历史研究对话，牛津大学 P K. 剑桥大学；三、硅谷创业蜂巢学府创新对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 K. 斯坦福大学。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黄金海岸旁学府旅游管理较量，格里菲斯大学 P K 邦德大学。哎呀，这个话题可真是让人忍俊不禁。我们这就来聊聊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这两所名校，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和邦德大学 Bond University 在旅游管理教育领域的较量。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格里菲斯大学，这所学府就像是那个在聚会上总是穿着绿色环保 T 恤的人，不仅因为它的校园环境绿化做得好。 还因为他在可持续旅游教育方面的领先，格里菲斯大学的旅游管理课程就像是那种既能让你学到实用知识，又能让你在海滩上晒出一身健康小麦色的全能型选手。他们的课程内容丰富，涵盖了旅游政策、规划、营销等方面，而且还特别强调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简直就是为未来的绿色旅游领袖量身打造。转头再看邦德大学，这个学校就像是那个穿着定制西装。 手里拿着最新款智能手机的精英。邦德大学以其高昂的学费和优质的学生体验而闻名，它的旅游管理课程设计的就像是为那些未来想要在五星级酒店或奢华游轮上大展拳脚的高端人士准备的。课程内容不仅注重实践和案例分析，还特别强调了商业智慧和领导能力的培养。两所学校的较量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拳击赛。 格里菲斯大学的旅游管理课程就像是那个技巧全面、打法灵活的拳击手，而邦德大学则像是那个力量惊人、每一击都致命的重量级选手。学生们在选择学校时，就像是在挑选自己的拳击教练，看自己是想要成为一个环保的旅游规划师，还是一个商业头脑灵活的旅游企业家。不过， 不管是选择格里菲斯大学的绿色披风，还是邦德大学的金色战袍，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黄金海岸这片旅游的热土上，培养出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优秀人才。而这两所学校的较量，不过是为了激励彼此更上一层楼，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最后，不管是格里菲斯还是邦德，学生们都能在黄金海岸这个美丽的地方，享受到阳光、沙滩和海浪，同时也能够接受到世界级的教育。 这样的学习环境，说它是读书学习的度假胜地，一点也不为过吧？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古城墙下学府历史研究对话，牛津大学 P K 剑桥大学。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两所世界顶尖学府的恩怨情仇，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这场千年对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较量，更是英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首先，让我们时光倒流到十二世纪。 当时的牛津还只是一个学习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但是就像今天的学生一样，当时的学子们也会有些小摩擦。一千一百六十七年，由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纠纷，英国学生被迫离开法国的学府，这使得牛津的学术活动变得更加活跃。不过，这些学生似乎不仅仅带回了知识，还带回了一些不良的校园风气，比如说偶尔在酒馆里打打架什么的。 到了一千二百零九年，一场严重的震爆事件导致了一些学者逃离牛津，他们最终在剑桥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社区。这就好比是你的室友在客厅开了个派对，结果你只好带住你的书本躲到卧室去学习，然后发现那里其实也挺不错的。从那时起，牛津和剑桥就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竞赛。这场竞赛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还有体育比赛，最著名的莫过于每年的牛津与剑桥赛艇对决。 这场比赛就像是学术界的冰与火之歌，只不过这里的冰和火都被换成了汗水和肌肉。在学术上，两所大学都培养出了无数的杰出人才，包括科学家、作家、政治家等等。牛津有助梦幻之城的美誉，而剑桥则以河畔的学府闻名。牛津的学生可能会说，他们的大学是由一群想要逃离剑桥的学者创建的，而剑桥的学生则可能会反驳说，没有剑桥，牛津也就不会存在。不过， 不管是牛津还是剑桥，这两所学府都是学术研究的灯塔，照亮了人类文明的道路。他们之间的竞争就像是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友好决力。虽然争斗不休，但彼此的存在又让对方更加出色。最后，我们可以这么说，牛津和剑桥的故事不仅仅是两所大学的历史，他们代表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卓越的追求。 而这场千年的对话，无疑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学问无涯，而学者的好奇心永远不会停歇。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硅谷创业风潮学府创新对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K 斯坦福大学。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硅谷创业风潮中的两所顶尖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简称 UC Berkeley 和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之间的友好竞争。 这场比赛比起橄榄球赛场上的对抗，更多的是在创新和创业的赛道上进行。首先，我们得承认，斯坦福大学和 UC Berkeley 就像是硅谷的两个巨大的思想发电机，不断地为这个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提供动力。斯坦福有时被戏称为“创业者”的摇篮，它的校友名单上有如 Google、Yahoo、LinkedIn 这样响当当的名字，而 UC Berkeley 也不遑多让。 他培养了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许多其他科技巨头的领军人物。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所学府是如何在创新对抗中进行 PK 的。首先，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地理位置，它就坐落在硅谷的心脏地带，这意味着学生们可以轻松地与科技公司进行接触，实习机会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而 U C Berkeley 虽然离硅谷稍远一些。 但他依靠强大的学术研究和开放的创新精神，也吸引了大量的科技公司和投资者的目光。在创业教育方面，斯坦福大学提供了一系列的课程和项目，比如著名的斯坦福创业课 （Stanford's Lean Launchpad），教授学生如何将一个想法转化为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型。而 UC Berkeley 则有其独特的 SkyDeck 加速器项目，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指导和资源，帮助他们成长。但是， 这场 PK 不仅仅是课程和项目的比拼，在这两所学校的校园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那就是创业文化。斯坦福的学生们似乎生来就带着一种创业基因，他们在咖啡馆、图书馆，甚至是宿舍的走廊里讨论着下一个大创意。而 U C Berkeley 的学生们则以他们的多样性和社会责任感而自豪，他们不仅想要创业成功，还想要改变世界。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场 PK 其实是一场友好的竞争。斯坦福和 UC Berkeley 的学者们经常合作，共同推动科技的边界。他们之间的竞争更像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场短跑。每一所学校都在长跑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而我们作为观众，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他们如何在这场创新的马拉松中相互激励，共同前进。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提起斯坦福和 UC Berkeley 的创业对抗时，你可以微笑着告诉他们。 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校之间的竞争，这是推动整个世界向前发展的两股力量的友好较量。而我们，无论是作为学生、教师还是创业者，都是这场伟大比赛的一部分。最后，我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无论是格里菲斯大学和邦德大学在旅游管理领域的较量，还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对话，又或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在创新对抗中的竞争，都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养更优秀的人才。所以，我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不要被学校的名气所迷惑，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努力学习，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机遇的世界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对这些学校有什么看法？你有没有听说过其他学校之间的较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